那阮囝结婚哦，这喜酒我已经食第三摆啦。啊，但我希望讲哦，这边是上尾啊一边好啊。爸，你安尼讲，阮舅妈听了也足害羞的。恁丈人爸要娶你做囝婿，有一寡缺点要讲会知啊。啊，迄个亲家啊，我安尼讲敢无影？哈，是是是。啊，陈恁这人是安尼，啊，有钱爱就无良心。啊！为了荣华富贵吼，会去计算别人利用亲人，啊，摕底提成吼，伊绝对敢的啦。嘿，啊呢，啊呢，你敢搁记啊？陈恩，伊袂安尼对待我啦？哎呦，这么有信心无？我安尼看下这款代志，你应该下过八字啊吼。啊，那无就是领导哦，财产归堆哦，啊，吼陈恩哦，较唔惊的。啊，种柯巧平厝嘛是足有钱的啊，啊，陈恩照常啊开嘛开无你惊的啊。问题是即马吼。可惜门叫陈润海，敢不知人走去落去，找硬找嘛找无啦，生死未卜啊！啊这啊安尼，你敢搁嫁伊啊？好啊，爸，别讲别讲啊！我唔惊。慢紧慢紧，这样尼啦吼，诶，惊袂惊拢慢紧，啊咱来听一下吼过来人的经验吼。可惜门，啊听我出来啊！歹势啦，就我讲的吼，找无柯小平，啊，只有找到王亚平。杜长安，你是安怎看起来遐尼惊？是惊柯小平走倒来找你报仇吗？报什么仇啊？我无伤害柯小平，你莫白讲啊。那安尼，你敢敢讲，你从来毋捌伤害过我？长安，你爸讲了无唔对，杜长安确实是一个小贪的人。伊为着家己的荣华富贵，放弃我甲伊两个人的感情，连我巴肚内有伊的囡仔，伊拢安尼甲我等的无爱管。我这粒巴肚都是上好的证据，陈恩伊爸会当证明，安尼的查甫人，你敢真正要嫁？伊安尼对待你。你无表示连你对待我，你真有可能是你运气无好，还是讲你条件无好，伊唔才会安尼对待你。你放心，我无成就你这样。杜先生，啊，你讲真侪杜承恩伊的缺点哦，啊，不过你敢知影阿芳的缺点？无哩，我这个媳妇拄仔才熟识尔，我无啥了解，无你讲看麦。你敢知影伊进前是少强的太太？啊，我都唔知，唉。那你今麦现在怎会嫁给杜承恩呢？一直是因反袂少强，私底下甲伊咧偷来暗去。那是安尼，曹峰阿哥将少强伫个大业集团名下所有的股份，全部拢怪了了，然后交给外人，是要将业界的财产全部拢抢走，最后阁想要利用伊巴肚底的囡仔，逼少强来甲伊离婚。想要甲杜承恩两个人过好日子，像这款哦无情无义，食我来看我外，这款查某人，你敢真正要让恁杜承恩娶来做新妇？原来恁两个就是来做伙的哦，啊！你今日老话甲你扒落啦，结婚了我也甲你扒落，你丈人爸无保平主，啊！不过你对不起人业界，那是事实啊。啊，那恁本来恁两个趁这个机会，刚下一下失恋。啊，爸，你安尼敢对啊？你破坏人的家庭，人个愿意包红包你吧，你免讲过节少。爸，你根本是挑过来找阮的麻烦。那有结婚的新人，你敢让回失嘞？做唔到代志，来回失嘞啦！我高高管带你去新人啊，古人啊，你讲回失嘞，你也袂减一块吧？我讲你两个卖去耽误恁家结婚嘞啊！阿红来。也该浪费些嘞啦！喂，你若是想要娶我，就甲恁爸讲好势。喂，你手机还袂挂落呢哈？啊，你骂家己暗号，但好正人你听着哈。我问伊又讲怎？今日恁大家会当讲做甲过亲戚，是恁顶世人受来福气。
你唔着爱低温烧，好好珍惜我这个新妇。谁做个夜家的人，徛做会针对我？你怎个卖起来呀？好，卖来对阮爸讲话。那你甲你爸讲好势。你，爸，爸，爸，你先坐下。我安怎？你托我这新妇讲过，你我你问我安怎？你甲注意。啊，国平，人家阿，你先冲啥？哎，慢点啦，快接，甲鬼的。我不爱鬼啊！杜承恩，甲恁爸讲好势，再来消息是叫我。喂，哎。好了，阿贵，留下来。哎哎哎哎！啊啊！在座各位亲戚朋友，阮大家吼，今日西门风，我叫阮后生甲阮全部拢归来，甲大家认识咧。大家若无去啊无，啊是不是甲手下酒杯拢拍起来？来，退啊！叶少峰，卖血吧，卖血啊！卖血吧，卖血，那卖血，卖过血啊！你卖过血？卖血吧，卖过血，卖血吧，卖血吧！花花，卖过血吧，卖过血。阿峰啊！爸，你老婆不还钱，你怎么又出事啊？啊，你分的母家呢？敢是我的问题是？阿峰啊，别阁生气啊！来，饮水啦。这世人，也毋捌予人咧糟蹋过。恁爸超过伊母子厝，予我遮尔啊歹过。结果你伫边个啥物拢无做，你遮尔啊无路用，跟伊世上有啥物共款啊？我嘛是予阮爸创的，改变一下。啊，不过是阮爸，我阁会当安怎？搁再讲啊，明明是你家己无说，而且我甲遮尔狼狈，哪会当让这笔小算伫我头壳顶啊？拢是恁爸这个笨手。害我变成一个大笑话，我无选你做啥，我选谁啊？你个真是笨手，你是阮爸，是你的大哥。哼，有啥物款的老爸，就有啥物款的囡仔。婚礼才一半尔，你即摆就开始咧对我大细声，口水无一滴，讲你啥人啦？啊好啊好啊，俊杰啊，歹势啦，拄仔甲恁阿芳安尼拍面相，真歹势我。但是我若无安尼做，我即个家己也过意不去。你也多多体谅，啊！别安尼讲啦，是我家己含门教查某囝，啊教袂行了，外人来教啦。等下阮老公吼，那即马就嫁去恁家嘛，啊则拜托亲家吼，加甲开破者。无啦，不要，我这床上再想啊，正经爱人家开破咧。啊，一寡死因啊，我唔知影我这做平埔的，等后边那个大三个话做，你烦恼话做。啊，上惊就是吼，遐少年仔拢知影。啊，同款哦，迄个是唔改啦。刷，咱饮者。好啦，啊，但是讲这杯吼是同尾啊，这个后生结婚同尾。叶少强，我无帮你贴吧。哦，啊门口无人搞砸，这代表恁欢迎我啦吼。恁这对狗男女啊，有法度修成正果，为狗变成人，拢是靠等于咱签名呢。啊，更唔紧抽一个大鱼仔坐哦。嗯，你给我回去哦。啊，因为即摆无人会讲你讨客兄，所以你讲话就真尔歹声啥。啊，毋过歹势啊，你毋是我什么人，所以你的话我毋免听。啊对啊，我存一份礼物要送互你，请问恁倒一个要来收啊？你安尼提早，阮无人要收。啊，你卖啊 ？OK， 顾晨。你敢要想要知影真内面是啥？我伫靠你看了会真惊哦，因为这内底有你上惊跟知的秘密。新皮啊，
还是讲你有做真歹代志？我杜承恩做代是公明正大，有啥物好惊的？公明正大，一个前科累累，甲别人太太偷来暗去的人，讲家己公明正大，啊你是咧骗人，还是咧骗家己啊？啊好啦，既然你讲你家己公明正大，那呢，你感觉你众人面头前听你不正明？你心内无鬼。意不意外？你害我做孤仔囝，害我连头拢抓袂起来。我后壁有你的面，青顺顺，互你体会一下做孤仔囝是什么感觉。叶少强！哎，阿红，看到你安尼替杜淳出气，我就想起当阵你徛伫我的头前替我动情字，连命拢无爱。想袂到会变成安尼嘞，这是厉害，因为你软弱，你无法度保护我，我唔想对你失望，这拢是你造成。杜淳心肝这么红，规工在遐为非三者，你找这款查甫人保护你，我看你头壳是歹去啊。我找什么可能查甫人？这是我的错，而且陈恩冇曾经说过安。卖伫咧我的婚内乱，杨世英，紧甲你爷家囡仔带走。歹势啊，少强伊也无归我管啊。你即摆是看我要结婚啊，目空诚实。你安尼无偌强啊，你想什么哩？你即个无路用查甫，我爱你处理阮妈的关系，你无才调。恁两个妈妈的恩怨，你嘛无法度排解，互因两个人咧提刀相待。你等去处理哦，你也该问我，卖在这耽误我的女婿。妹，哎，阿婆，你够迄面提起你妈的代志哦？那不是因为你死脑筋，坚持把我你妈去坐家，你嘛被杜淳牵了去，做出一款败坏门风的代志。哦，你阿准讲杜淳有法度和你妈保外就医，会当把你妈救出来是不？卖戆啊啦！安总，各位，司法黄牛讲的，就是杜承恩呐。伊利用一个剪掉系统的关系，对阿红碰风，讲有通天本领，会当阿红妈妈变作家。其实咧，什么拢无法度做呢。只有你这戆族人会相信。我唔知你是讲啥，啥物司法黄牛啊？我才无插手阿凤姨妈的官司，你爸当面下敢不会无天啊？无唔对，叶少强就是咧无赖上班，因为伊的精神状况已经出问题啊。伊的养母高云雀被杀，伊的亲生妈妈跟我行掠去关啊，伊无法度承受这个打击，即马走去遮偷窥，大家千万唔通相信这个善良凶手的后生。像是杀人凶手，高云雀，你想到你家啦？因为我无杀人啊。这拢是你家己讲的，我即马马上就报。恁两个戏还袂搬完是无？卖了准讲你设计的局，无人会当看破卡手。代志发生迄天。我确实是摕刀啊，到王秀英 QQ 六人，也毋过有一台车雄雄开出来，把阮两个弄倒。等我清醒了后，我现我的刀插伫王秀英的身上。迄天开车的人就是杜承恩。
唔知你是讲啥。杜成，你卖假尊讲你买收迄个管理员，佮破坏监视器的画面，等下讲啥是啥？因为迄个管理员一个万一出面作证，指证你的罪行啊！监视器的画面拢破坏啊！恁讲几挂话是当证明啥？啊，不过伊将影片留落来替家己买保险嘛。